是。怎么也不是耶，其实我进部落的原因是因为我需要他。为什么？因为我需要写一些东西，然后就是有时候看一些现在比较少的，就是就看他那些留言啊，或者有一些人在文字的回应。我觉得你好像不太善于，就是跟，因为我跟你比较不熟哦，或者是说现场有些朋友呢，你可能对几个比较熟悉，然后对于不熟的，你好像不知道会怎么去表达你的情绪。就是有一些，我觉得出发点好像进一步来说，你是因为我需要他，不是因为我要跟就是你的群众互动。当然有人可能是这样，但是对我来说不是这样。那有没有让你很感动，就觉得哦，歌迷像你真的觉得怎么会？用心的来支持你，然后也是始终跟着你。就是当你一个平凡人，就是本来一开始部落格是可能每天的浏览量是，其实我可能最多是50个，正常的话最多50个，可能一天对来说你是好，就像我那么好。可是就是我在比赛的时候，那时候就很红，然后我有最高纪录是一天有5万的人来看我部落格。然后现在大概平均是几千，但是因为你有这么多的人留言，人就会一些在你学生的时候，可能一些部落格是你朋友，他们会故意不传简讯给你，故意去留言给你，然后你看到你的部落格，他说你有一个新留言，就觉得很惊喜，谁？那可能是一个谁的朋友，但是现在就是不会有出现这样的，现在不会有朋友去那种地方，就反而朋友不会去关心你。的那一块，可能他们也会觉得说，现在的那一块用来是在经营公众人物的身份，但其实对我来说还是不踏实。所以当我偶尔看到有留言，然后是我的朋友的时候，我就觉得哇，很了不起，很感动。但是很少很少，而且大部分可能因为我都是用隐藏嘛，因为用公开的话，可能那边会变成一个小战场，我就用隐藏。但是现在写到放回的还是一些网友。我觉得我从你的言谈当中透露的，就是其实你还是希望说，你本来就是 Yoga 的好朋友，还是不要说因为你是公众人物而有所改变对你的方式，对不对？你还是很渴望他们的关心跟你的互动，对不对？是不是那个个性变了？像我以前觉得我不太需要朋友，但我现在会觉得好像个性变了，会想要召集大家能干嘛？好像越来越像狮子座。好，那我想呢，因为节目时间接近尾声的关系哦，大家会想要知道你近期的，除了说去做香港的演唱会之外呀，然后接下来的计划是什么呢？接下来公司已经在帮我收购，就是要发第二张专辑。第二张专辑。时候呢，首先我们就请泡芙来唱第一首。如果泡芙没有过关的话，看看 Yoga 能不能接唱。Yoga 如果能接唱的话呢 ，Yoga 就得1分。好，看看到底今天谁是我们的 PK 王。好，那我们先请泡芙来准备好不好？那你刚刚打个话有什么要？泡芙，你觉得你今天会不会赢？很想赢，但是几率很低。哈哈哈，不会啦。会我想你只要是Yoga 的歌迷的话，我相信第一首歌你绝对。心究竟能陪谁？这是下一题吗？好，觉得他唱的怎么样？很好。来，接下来呢，我们看看 Yoga 是不是能够把第二题也能够完整的唱完呢？好，我们接下来就进行第二题，我们要出题喽。你快乐，于是我。
快乐，玫瑰都开了，我还想怎么呢？就只不得，就不得，天造地设一样的难得，喜怒而害乐，由我来充当你覆辙。小聪明，你有我数也数不完的坏脾气，你有我数也数不清你的新恋情。哦，真的好棒哦！谢谢吴宗明教我的。我觉得你唱歌的时候很陶醉，而且很可爱，就觉得哇，把你专长拿发挥出来了。哇，泡芙，你输了，你输了，泡芙。不行，拿出你的实力。对，接下来就让你再发挥了，好不好？泡芙啊，加油！哎，是我，没有是我，是你。对，第四题有答案，而且我告诉你，他绝对不会忘。听听看，怎么说？怎么说？这一首歌是哪一首呢？机会翻身吗？还有机会翻身，啊、最后一题就让你哦，好不好？最后一题让你发挥哦。如果呢，你可以把它唱得很完整，而且呢，没有错误的话，今天我们两个就是得到一样的分数，因为现在3-2嘛，对不对？好，接下来第五题，泡芙加油！怎么回事？平手已经很不错了，就是啊，他是第一名冠军的，对不对？好了，讲讲今天来参加，我是冠军。You gotta know， 你在给我小费啊？情书，情书，情书。
手，真的你也很厉害，好不好？给你掌声，谢谢，谢谢，你很厉害啊！我们都会给你奖品呢、啊。泡芙，拜拜。我就觉得你家比较熟，你讲话的那个口气，还有那个感觉。其实大家都差不多熟啊，但我们对刚刚那三位很抱歉。嗯，因为你还没有暖身好，对不对？对。你宣传到现在告一个段落，就是海外宣传哈，已经暖身好了，就讲出来吧。有没有什么话？平常呢，只能在部落格跟。